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思维。我想往后我们怎么样还妥善的来照顾我们的前辈们的喜端，让他有一个健康快乐长期照顾妥善的制度，这一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而这一块事实上民间所做的是很了不起，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一直利用昨天我是到台南县看身心障碍一些照顾身心障碍朋友的啊这个机构，今天上午我到这边来，不想当我第二次又接到行政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我有一些施政目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施政目的是我们的经济要有序发展的过程。我们看到欧美贫富的悬殊越来越大，所以在经济有序发展，我们就在整体的过程怎么样来照应照顾弱势高龄化的前辈，希望这个社会是有温馨的，是符合公平正义的，这是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施政目标。因为我们看到欧美当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时候，导致贫富的悬殊越来越大，所得圈越来越小，一些弱势一些中下阶层事实上将会更需要政府的力量来照顾他。而这一块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民间所从事的工作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带着行政团队今天到我们仁爱之家老人长期照顾中心来向你表敬意跟致谢。这一块我们希望政府跟民间共同携手来合作，诚如刚才林董事长所说的，我们将会智慧展现出不但是经济长期发展有序发展，我们更重要的就是长期有序发展当中我们的这个贫富的悬殊是拉近的，我们是有公平正义的，我们是温馨的，我们是妥善来照应我们应当照顾的这些弱势的族群跟高龄化的长辈。所以今天呢行政部门专程到这里，最重要看到我们啊这些啊先进还有我们的工作同仁啊朝这个方向做长期的努力，我们要向你说谢谢你。往后我想我们希望能够更加携手合作，把台湾建设是一个经济发展却是符合公平正义，台湾不是冷酷人，台湾是有温馨的，我们是有公平正义的时候，不是啊强者越强弱者没有人找问题，这个当中的差距城乡的差距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点我们不喜欢看到，这是行政部门所朝的一个努力的方向。那这一块民间的工作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尤其我们在座都是我们政治的先辈的哦，那在政治啊这一个为人民来做服务之后又未来做这一个慈善啊这一个工作，那事实上在整体的人生规划当中呢，我们认为是非常有意义也值得大家来效仿啊，所以我今天呢跟行政团队的相关部门呢一起来
来向大家表个敬意，也祝福大家，希望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往后能够更做更多更大的努力。谢谢大家，也祝福各位啊，谢谢。来来来，大家大家好，好好好好好，哇哈哈！阿妈咧，跳一跳，跳，这是我们公务山北北，他以前就专门在庙里面帮人家画那个，家最亮，家最亮，哦，北北，北北，北北，你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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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应当过来跟你学画。他年轻的时候很妙的，还有他要带他的作品给你们看。哦，对，我真的是他这样子，很漂亮。他是好棒哦，这个字也很漂亮。他年轻的时候都在画庙画，哦，庙他画了很多台湾从南到北很多庙的地方都在画的。这个是吴兴子，这个是桃园地形啊，对对对对，桃花源的故事，桃花源的故事啊，桃花源这个船，还有啊，还有哇，很好很好，他这边有写到今年八十八，七岁算起来也算89，很好很好很好。Thank you.